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伙子，这是一位特别会过日子的小伙子，掌声有请。全场热烈！停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是男嘉宾吗？丫姐，我在这儿呢。丫姐，我有重要事跟你说，能上台跟你说吗？谁说话呢？来来来。来到这个舞台，就是现在，就是那个小伙子，有必要你是什么身份？因为正在节目录制当中呢，现在。因为，那个。然后跟你说完之后，然后你就明白了。你站，你过来一下。那个现场的导演，导演过来一下，来。好好好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，来，小伙子你过来一下，来，你跟大家说一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和身份，就是。因为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个男嘉宾，是候选男嘉宾，是候选男嘉宾，是吧？其实正常我们每次录制的时候都会有五个男嘉宾，可能临时可能有哪个男嘉宾有事情了，或者状态不好了，或者怎么样，会有一个候补的男嘉宾。这个男嘉宾就是今天我们的第五号，也就是候补男嘉宾。为什么来中断节目呢，小伙子？因为我是为一个人而来的。你现在的意图是要顶替四号男嘉宾的位置，对，接下来你要出场，对，你觉得对四号男嘉宾来说他公平吗？我想跟他沟通一下，然后我希望就是能，你知道咱们排每周四个名额排上一次有多困难吗？我们也知道每周候补的这个男嘉宾非常难受，因为也得在这儿参与录制，然后要等到下一周。我希望就是我跟他说完我的情况之后，然后我相信就是用我的真心打动四号的男嘉宾。这样，马上出场的四号小伙子，我跟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，包括工作人员，我们把这个权利交给你，四号男嘉宾交给你。接下来怎么选择，我们来听你的，好吗？小伙子，接下来你来跟他沟通，好吗？我们希望能尊重他的意见。不会了。燕子姐，是谁在跟我说？是四号男嘉宾是吗？是我即将上场的四号男嘉宾。啊，你这样，我听了这个哥们说的话之后呢，我决定把这次上场的机会让给他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能不能还有上场的机会？因为我听了这个男嘉宾的事之后，我决定我放弃今天这次机会，然后把这次机会让给他。但是我想确定我还能不能够再有机会登上这个舞台。四号男嘉宾，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等这个出场的机会等了多长时间了？我报名就用了半年多。我听完这个男嘉宾的事情之后，我决定放弃我这次登台的机会。你有足够的理由让自己放弃是吗？是的。这样，四号男嘉宾，我给你承诺，我给你承诺，你还会再来到这个舞台上的，好吗，小伙子？谢谢燕子姐，谢谢王哥。好，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勇敢的小伙子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全场热烈！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。燕姐，我现在
上台什么也不想说，只想喝完酒之后，然后看完我的短片，然后再说。小伙子，从你出现那一刻一直到现在，你都不是按照节目流程来走的。其实现在我想所有的观众也非常奇怪，一你奔谁来的，二你用什么方法，究竟是什么理由你打动了四号男嘉宾？这个我想就是等我把我所有话说完之后，然后到最后的时候，然后再告诉我。那你告诉我，就是这个事情已经急的错过这一刻就不行吗？难道真的就不能等到下一周吗？不能。我感觉从我刚才我站到那儿，他站在我旁边，一直到现在，我觉得这个男孩子他心里特别没有底，他特别无措。就是大家刚才听到了，他是为一个女孩来的。我为什么说他无措，他浑身都在抖？我能觉得他现在这种状况，他就像是眼看着一件心爱的宝贝马上就要被人拿走，他想把这个夺回来的这种感觉。我说的这种东西，这种心情大家能懂吗？你现在是什么都不想说，你想对，等我喝完酒之后，然后短片播出了，然后播完之后我再说。喝白酒啤酒？白的。一个直接闯到演播室要求上场的一个小伙子，一个能够把马上就要上场的一个男嘉宾劝退的一个小伙子，我觉得现在也是需要酒来壮一壮自己的胆儿，是吧？来，小二上酒。来到这舞台就是为了我心爱的人来的，我喜欢他，我想对他表白。他就在你的对面吗？在。十六个姑娘现在都面面相觑哈，互相看着，不知道答案在哪儿。放完我的短片之后然后再说。好，来看小伙子的短片。未来嫂子，跟我哥回家吧，听说你挺能喝的，我是喝不了多少，但是我一定要舍命陪嫂子，我先干了，你看着办吧。未来弟妹，欢迎你回家。第一次看到你，你穿了一条白裙子，你哭着讲你妈妈的故事，我很心疼，我决定为你而来。你说你是暴力村花，我就是你的受虐小伙。手挠嘴咬再脚蹬，我愿让你抓花咬坏使劲蹬。你要找个女朋友非常爱逛街怎么办呢？我也爱逛街，我愿陪你走过每一条街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。那你结婚之后谁管钱呢？你的是你的，我的还是你的，咱家的都是你的。我觉得我的老公要我自己交出来。我在来之前已经把自己格式化了，你想怎么交都可以。婷婷，我看到有人为你而来，说实话我都被感动了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帮
婷婷跟康健回家吧。陆婷婷和康健回家吧。陆婷婷跟康健回家吧。我想刚刚那个短片我们看到婷婷的眼泪，已经知道婷婷被感动了，也是被打动了，但接下来小伙子你还想跟她说什么？为了让她更不了解我，我要自我介绍一下。好好，我叫康健，今年24岁，来自吉林省长治农安县。我小学时候喜欢校花，初中时候喜欢班花，长大了我要娶村花。